天地之间，一方舞台，民族音乐九场盛典，81首动人歌曲，41位民歌传唱人，13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成员，历时60余天，共同学歌传艺，用歌声绘就了一幅多彩壮丽的中国民歌画卷。今晚我们共同相聚中国民歌盛典酣畅之夜，唱响时代新声。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的现场，今天是第10期酣畅之夜，欢迎大家。刚才这首《桃花红杏花白》唱的真的是入耳入心呐、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唱者当中有85岁的刘敢于奶奶，你好，她可是这首歌的原唱，她身边的11岁的琪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她是左权开花调新一代的传承人，
在歌声的代代传承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族基因里流淌的文化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唱什么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首歌像清风一样拂过大江南北，它是一首具有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来吧，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打起手鼓，唱起歌。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极，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唱得好起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当地的光辉暖心窝。日日有缘照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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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苗岭的早晨原本是一首器乐曲，它作于1974年，曲作者是白成仁。在创作这首苗岭的早晨的时候，他除了用了飞歌的元素，也融入了一些湖湘音乐的元素。这首歌最早是为笛子演奏家余训发先生创作的口笛曲，后来在90年代，白成仁先生呢又自己填词改编成一首歌曲。那么这首声乐曲中，我们可以听到飞歌的那种质朴、高亢、自由、奔放，同时也通过花腔的这种处理，能够感受到刚才所提到的那种鸟鸣的声音，那种欢腾的场面。
成了，姑娘骄傲了，木楼的炊烟又升起了，牧童上山了，苗家出宫了，古老的山寨又沸腾了，牧童上山了，苗家出宫了，古老的山寨又沸腾了，枝头上鸟儿喳喳叫，一天里鸟歌声声鸟歌声声绕，鸟铃声，今年收成好，好比春江水这首歌呢，它原本是出自1961年公映的一部电影《刘三姐》的一个电影插曲。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呢，也是一首非常新颖的歌哈。我给它两个字，就是混搭。我们听到的有我们苏州评弹的艺术家陆锦花老师，用吴侬细语，来用传统的苏州评弹的曲调来开的头，中间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用动琵琶来伴奏的，用动语来演唱，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的尝试。
信天游呢又叫顺天游，在我们汉族民歌题材的分类当中呢，它属于山歌类的这个题材。这首信天游呢，冯满天老师用这个流行音乐的元素，加上他代表的这个陕北悲情啊苍凉的这种嗓音和歌声，中间又加到了民族乐曲中阮的拂之以伴奏。那我觉得他的这种新颖的艺术表达形式是有创新性的。
摇呀摇流。这首歌呢，它的原名呢叫《江环之歌》。江环之歌呢，它指的就是在马的缰绳上啊，拴着铜铃啊、铁片啊，就是马在跑动的时候呢，它会发生“咻咻”这样的声响来，所以就是这首歌以这个发出的声响来命名的。是来自于常德丝弦的一个曲牌《丝丝雨帆》，把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编配，节奏慢下来了，从原来的很欢快活泼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呢，变得呢充满了这种回忆的思念的，比如说妈妈兜兜起起到了嘎嘎可，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一首民歌它是会被吸收到比如说唱啊戏曲的音乐里边去的，同时呢我们今天又看到这首曲艺说唱的这样一首曲牌呢又重新作为单独的一首歌曲又回到了歌唱的这个舞台，我们从中也看到了民歌与曲艺说唱音乐的一个关联。
羊角花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杜鹃花，它在羌族的文化里面是一首象征着坚贞爱情的花朵。羌族民歌歌种的种类非常繁多，从它的劳动歌，从它的出征歌，从它的劳动号子，从它的生活小调，到它的多声部音乐，都是丰富多彩的。
来苏秋思，我想朋友们立刻就会想到那句著名的诗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散曲小令呢，它抒发的是一位漂流天涯的游子在秋天的时候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和倦于漂流的那种疲惫之心。完整的作品呢，它实际上是由两首歌组成的，一首呢是我们中国的《小荷塘水》，另外一首呢是印度尼西亚的《星星锁》。《小荷塘水》这首歌呢，它也是我们中国云南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汉族民歌。这首歌的词作者，尹一公先生呢，他回忆1947年的时候，他在听到了当地的人唱到的一首放羊调的基础上呢填词而成。那后来呢，歌唱家黄宏老师和另一位填词者呢，那共同对这首歌又进行了二度创作。那《星星锁》这首歌呢，也就是苏门答腊人在劳动当中呢唱的一首歌。那其中呢，这个《星星锁》它是巴达克人他们在劳动的时候
唱的一个唱词，它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劳动号子当中的又黑又黑，它就是一个劳动的节奏，也是一个劳动的一个衬词。这两首歌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都是跟水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依靠水系而生活的人，那么水也是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之间，一方舞台，民族音乐，九场盛典，
81首动人歌曲，41位民歌传唱人，13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成员，历时60余天，共同学歌传艺，用歌声绘就了一幅多彩壮丽的中国民歌画卷。今晚我们共同相聚中国民歌盛典酣畅之夜，唱响时代新声。假如让我在中国民歌里仅仅举出一首来代表中国民歌的话，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这样一首，就是《天下黄河99道弯》。这首歌不单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一往直前的精神，更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让我们的欢聚再久一些，
多么真挚的心意，多么难忘的日夜。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十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但中国民歌的传唱永远不会止息。亲爱的朋友们，再见。